近日上节目分享这些刻板印象让我好困扰，其中一点就是开车被男人看没用。对此他表示，自己在台湾很常听到，假设前面的车子开车技术不好，男生就会讲说一定是女生，什么开车三宝就是女生。而艾莎则认为自己的开车技术并没有不好，可是男生如果没有坐过他的车，对方就会觉得有一点紧张，还会一直看旁边的镜子。对此让艾莎直呼有事吗？我有在看，而且自己路边停车也都可以一次停好，并澄清说到女生并不是不会开车，自己也有看过男生不太会停车。最后更再次强调，不要再认为开车技术不好的就是女生。Bye.